兄弟一根棒棒挑在肩，起早贪黑站街边，一人吃饱全家饱，还要找个婆娘吗？黑老虎哟。下坡坡看看，抬头一片天，好子嘛好的香啊，汗水嘛流得欢啊，脚下坡坡看看，抬头一片天。老蔡，你是在想玩吗？我们明天就把拖起来。算了，你们再不要说那些夸我心里话了。哎，那回不晓得我还见不见得到我强娃儿喽。那我那会儿就去。马仔，你到哪里去找嘛？哦，他连你娃儿学校在哪点儿他都不晓得，啷个去找嘛？那对头。你要是不习惯的话，你干脆跟我们回去，回棚棚头去。一起吃一起坐还闹这些。要得要得。老蔡，我们发现那个神医，哎呀神惨了。谁好多人的病呢，朝他几乎有一下子好了。都是我爸爸呀，我那个都是李小强的嘛。强娃儿爸爸。你卷子交了噻。爸爸，你那个病人都不跟我说一声嘛。我都是从报纸高头看到那个消息才晓得你病了的。我还上啥子学，考啥子试嘛。我去打工挣钱算了。乔儿，那个挣钱是我的事，好生读书是你的事。我辛辛苦苦为啥子嘛？不要说了爸爸，你要是有点啥子，我读书还有啥子用嘛？A1 是学费我没交啊，另外我找同学借了些钱，还有我打工挣的钱全部拿来交医药费，如果还不够，我就到深圳去打工。只要你病医好了，我再上大学，不然我啷个还得到心嘛？听说他娃儿来了嘛？那个都是他儿子，是他。来了都好，来了都好。我们刚刚开完会，决定明天一早就动手术。来，你给我来一下。你跟他一起吧。哎呦，我连累我强娃儿了。老师，你不能够，你看吧，娃儿都来了，你好好有孝心哦。我刚忘了问你，那个女工发了没得？
按照你吩咐扣了他的奖金，但是那个叫谭家的女娃儿的是不该罚的。为啥子？他娃儿发高烧，老公一天都迷到打麻将，他出错情有可原噻。那你的意思还该表扬下哟？冤都冤枉了。啊？别个没说啥子。那要不给他2000块钱慰问一下？要得，我马上去吧。嗯、好吧。走。嗯。哎，订了没得嘛？在哪家吃？大家商量了一下，说去吃海鲜。啥子？海鲜？搞错没得哟？哦，我是中了500万吗？还是天上掉下金坨坨嘛？我都还是个告花儿的嘛，刚刚找点钱都往那里头扔。好嘛，你去说嘛。相敬相怪。你家一定要像个厂长的样子哦。我还想像个总统哎，得不得行嘛？嗯。哎。嗯。在哪点嘛？都在附近海东大酒楼。啥子？还是个豪华餐厅。嗯。都在前头。对了。嗯。祝祝你生日快乐！祝恰恰的生日快乐！我都刚忘说生日了，谢谢大家。厂长许个愿嘛。哦，好。我们祝愿夏厂长能找个好老婆。哦。哎，听说，夏厂长那会儿还是个钻石王老婆。哦。哎，那我们那么多女的，你挑一个噻。那我就找你嘛。哎呀，你不早点说呀，我上个月才结婚。哦。哎呀。多晚了。哎，今天请大家吃海鲜，那个大家晓得。哎呀，莫说了莫说了，我们都晓得那个钱两岁起嘛。今天啊，我们 A 字请你。啊，对头对头。哎，那啷个要得？说好我请大家吃饭，啷能你们给钱嘛？哎呀，那会儿干的有活路啦，你表现得好像个重庆男人哦。其实我们大家呀，都只有一个愿望，是什么哈？都是那个厂子啊，希望越来越好，我们钱呢越来越多噻。对呀。好，我决定带领大家把我们那个厂搞得越来越兴旺。见到处走做啥子嘛？别个还以为你在打劫。哎，你来干啥子哦？恁个晚了还不回去？哎呀，又有两个民工的娃儿的，哎，停学了，说是交不起学费。我去做了半天工作，回来呀写份材料，明天送到学校去，要求减免学杂费，有啥子法嘛？哎呀，你不要整得太晚了噻。那个学校也真是哈，哎，义务教育，收那么多农民工的钱干啥子嘛？哎，哦，你去练剑哈，我哈哈就回去。哎，哪个那几个老外头没有出来呀？我们采取了措施，我们把他挡到屋头了。他紧到去梦游，万一出了事，我们啷个交代嘛？他不出来，我连去见都没得精神的。我说你还生得有点贱哈你，那个老鱼头儿，一天到晚把你妈干刺激你，你还离不开他了哈。我过得还蛮。下了吧，你没事噻。没得事。味道还可以，哎，下午再让大家去哈。嗯。啊，小陈，你先回去吧。啊。那我就先走了。啊，明天早点哈。哎，要得。啊。黄总啊，我订的那批货是，喂，啊，
不是黄庄。哎，那你啥个？你帮啥子帮班喽？闯鬼哟你！开门！开门！来这边人在，不要乱靠。车间失火了！车间失火了！啊？哪里失火了？我失火了，我都烧焦了。你给我出去！哎呀！啊！哎呦！哎，你有病啊你！我跟你说，我的货全部都要查封了，那会儿发的我倾家荡产，我无路可走了。哼，我那条路你也走不通，滚出去！哼，乡下，我是到北极的人了。我的日子，你为的好过嗦，啊？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你听没得嘛？怪哪个？个人统帅的事情，滚去扶。你惹出的事情，哪个扶啊？我惹的事情，我惹啥事情呢？来来来来。你编一个我听啊。我有了。咋的？我怀孕了。哪个的？狗的、猪的、牛的、屁眼怂的，反正不是你的。你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想想。我喝了酒，我不清醒。你说你有了，你怀孕了。你喝酒，我在外头怀起娃儿，一个人受苦受累。你得了花天酒地，你给我大爷你！哎，夏公。玉姐，小玉，你啥时候来的哦？我昨晚上都来了，但你手机一直打不通。小玉，你原谅我，那四天来，我为了挽回身世，每天都跑得马不停蹄的，硬是腰杆都累痛了，天天都有人给我打电话，我才把手机关了的。玉姐，生意还好噻？谢谢你关心我的生意。哦，我那里有50万，虽然是以我的名义成的，但是密码是你的真实，你记得哦。玉姐，那我马上给他们拿过去。哎，小玉。那会儿时间还早的嘛。小玉，你看我们好久没在一起了哟，你都不想和姐姐在这儿亲热一下呀？哦，对了，我10点半在那个豪斯饭店还有个生意要谈，那会儿才9点过，我们两个还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，我们那会儿都去吗？哎。七房卖得啷个样？哦，卖了8套，定金付了8000块钱，但是做了日常开销，不到3天都没得了。哦。喂。啥子？哎呦，太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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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要得要得。哎，孟小鱼马上都来了，给我们送的50万的存折。真的啊？那我们总算熬到头了哦！哎呀，那50万呐，至少可以维持到我们贷款下来呀。那50万来了，我们都先把民工的钱付了。毛子那会儿承受了很大的压力，欠起民工的钱，名声太坏了。名声坏了都是次要的，上头追究下来，那都拖不到早崽儿喽。哎呀，
抱歉抱歉抱歉，拖到现在，你看嘛，才办到。刁总，看哈，50万喽，看好哦。哎，刁总啊，你总要给我打个条子噻。哦，要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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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看你把你累到起啊，来来，快坐快坐，坐坐坐，哎，坐到起哈，坐到。哎呀，没劲了，你赶快拿那个存折到下面的工商银行，把钱一下都提出来。好。但是一下可能取不到那个多哟。能提好多是好多，好不好？快去。啊，那密码呀？密码是好多啊，781219。781219。781219哈。快去，好，马上去。快去快去。哎呦，孟组长，你晓得我欠的账太多了噻。你那是救命钱喽！要是再拖下去的话，我非得找个顺顺吊死喽！刁总，哪里那么严重嘛？哎，开个玩笑，开个玩笑。刁总，银行手续跑怎么样了？快了，都在2天。我的尾轮专门跑了2次，现在审批手续很麻烦。哦，哎，刁总，你的信誉在银行很不错哟。哦，是是是是是，我每个月不管有好多钱，我都按时缴纳利息。啊，因为牵扯到下回不好再贷款了的嘛。是是是。啊，对不起，我接个电话。好。喂。刁总，卡里头只有50块钱。啥子？卡里头只有50块钱了？啥子？50块？哎，刁总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嗯。喂。喂，是哪个？我是孟小雨。哦，那个是徐姐，就是那个徐姐，她手上可能有一张号的卡。好事房间后面给谈生意，我马上就去哈。你说他能不能把款追回来哟？哼，要是我都不白跑那一趟了，哪有骗了别个的钱，还给别个说我现在啥子地方的嘛？哎，那他为啥子有鼻子有眼的说啥子？豪斯饭店呢？他还不是想把孟小雨子吸走？那个女人太霸道了。孟小雨那哈惨了，那我们啷个办呢？实在不得行，只有把孟小雨推出去了。啥子？孟小雨在危难之中。我们恁个做恐怕不太好哦。我都已经为他承担了10天了，未必我还为他承担那50万吗？毛子的脾气你不是不晓得，他要急起来是怒亲不认，未必你还是让我再找2圈吗？关键是孟小雨也是上当受骗的嘛。那个事情要是让仓图晓得了，孟小雨都彻底完了。那我又啷个办呢？那我们都帮他拖一阵算一阵嘛。孟小雨和毛子是一个碰碰出来的，说话不比没有用的多啊。那你让他啷个说嘛？说那50万遭骗了，他们的工资没得了。那你让我啷个说嘛？那要不然我去说嘛？我今天来，那个毛子，没事啷个了？啷个了？哎呀，你把黑穿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没事，不是黑你的，我们是找他的。我们找他。你是？你认不到我了吧？我姓廖，廖阔者。哎，廖阔者噻，我跟你老汉儿不掰了。哦，我们经常在一起吹龙门阵。哎呀，说啥子？我们今儿是找他来。啊，来喝点水嘛，我给你们倒。哎，要得要得。要得啥子？今儿我们啥子都不喝了。哦，一喝水都上厕所，刁总拔起来跑。都是。妈，你给老汉钱，老汉钱。毛兄弟，今天你和梅姐两个谈，我全力下放。关于那个欠款的事情，由他负责，由他全负责。跟他谈一下，梅姐儿，你说那个钱拿不拿得到啊？你看都12点了，我们出去吃个饭嘛。
吃完要得吧？要得啥走？还是先把钱拿得起，免得心都悬吊吊的。都走。毛子，你那点面子都不给我说？要给要给，我那没劲儿请吃饭吗？能要给面子噻？要给面子没事，我说噻，能轮到你说？那我们就去吃饭嘛。走吧，走。哎呀，记到哦，要还钱喽。好，两个钱要还喽。哎呀，我说，好，走吃饭。我告了。吃饭，哎，走。哦，那个是在那边。你是召集人，我想给你单独谈一下。给他10块钱，喊他过去吃嘛。你看那个光盘，都到了，都是个车站。好，谢谢，谢谢了哈。不谢。慢走哈，慢走啊。哎呀，好啥子好？哎，给我拿去找个地方吃东西。不是说一起吃的吗？我跟梅姐说点事情。那5块钱吃啥子嘛？要不要嘛？不要了。我能不要啊？去去。我回去跟老坎说，出意思的。我去买盒盒饭。来，毛子，吃点菜。你吃，你吃，你吃。好吃。哎，梅姐，那个工钱的事，你看你工作量那么大，那个饭菜肯定不够，我再要两个菜，再要两瓶啤酒，要吃嘛都要吃好噻。那个好意思。服务员，再来一个回锅肉，一个猪耳朵，两瓶啤酒。够了。梅姐，你说那个工钱的事。哎，毛子。你和老汉儿关系还好噻？好，当然好。大娃儿病了，我去给他买药，扶他上厕所，他都像我老汉儿一样哦。真的呀？那当然。我们两个，他不让我对他好。毛子，他年纪大了，脾气是有点怪。哦，谢谢了哈。来。不管啷个说，你和老汉儿在那个棚棚头待的时间最长，都10几年了。那还用说吗？那个都叫皮扒到肉，肉扒到骨。那个我们两兄弟，那个老坎儿还是我们的老位置啊。哎，毛子，听我老汉儿说，你以前也是硬邦邦的一条汉子，天不怕地不怕。那当然了。多了就家也没事来说嘛，我抱起那个大花盆盆，朝那个棒儿脑上，打砰砰，就是两下，直接把他打得睡起。哟，毛子，看不出来你还恁个英雄哈。我腰杆儿挺起，腿儿捏起噻。毛子，那个工钱可不可以拖几天？那。为啥子？那个审批手续很复杂。都拖了那么长时间了，还没弄完呢。嗨，毛子，腰杆挺起噻。腰杆是挺起了，就我打3声。毛子，那个嘛，我给你出个主意。那两天呢，你到外头去住两天，只要把风头过了，只要工钱一拿下来，我马上喊你来。那是办法。这是100块钱，你拿到。算了，我不要，我个人搬出去住，但是我个人搬出去住了，你要来看我。嘿，那还用说哟。心都很乱，我等会儿再跟你说哈。哦。
你俩收回来。是啥跟人家拿回来啥的。我好久了我那个钱。是啥的感觉好气人嘛那个。哎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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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趁着还在床底下压起的嘛。进来。厂长，哎，小月，你看，那个是明代的官窑瓷器，你看多么雅致啊！经历了400多年了，还能够熠熠生辉。前几天我看到一个同样的瓷器，做工也很考究，完全看不出是赝品，但是最后还是让我看出破绽了。你猜我是啷看出来的？啷个看出来啊？那个造假的人呐、啊，太想把它做成真的了。那个弄得太真过后啊，它反而都假了。哎，你看那个花瓶，那个地方有点磨损，看到没得？那个地方有条线连不啷个起，那都是历史留给它的痕迹啊。所以说它是真的，完全用不着去装。所以啊，人也是很难看出真假的。哎，小月，我找你也没有啥其他的事情。那两天工程也很顺利，已经起到第四层了。你跟他们的协调也搞得不错，哎。不过有那件事情啊，那两天上面有人要来搞审计，我想你那个地方不该有啥子问题哦。没啥问题的。哎，小月，你的脸色不太好哦。啊？是不是熬夜熬多了哟、哦？不，厂长。没啥事，我就先走了哈。好，要注意休息哈。哎呀，兄弟，你们恁个闹起都不好得了噻。是噻，话不能恁个说噻。我们哪里在闹嘛？我们是想请毛子吃顿饭，他为我们追款，追得好恼火嘛。我们总向他表示下慰问噻。哎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对头对头。我看恁个，大家先回去。一会儿那毛子回来了，我再通知大家好不好？啥子哦？恐怕在那点等还是要保险得多哟。那毛子晚上2点多才回来，未必你们一直在那儿等起啊？是噻。我们午饭晚饭一起吃噻。你恁个做，是怕有点过分咯？是我们过分吗？还是毛子过分？事情拖了几个月了，现在一次一次的往后推。哎，他又给我们保证了的，只要钱拿到手，我们都请他吃饭。他爱吃啥子，我们就请他吃啥子。那他一会儿回来还是领不到工钱呢？不得哦，又说我们一会儿谈子说，借他三个单子，他都不敢噻。哦，是说。嘿，能够，大家先等一下，我们去给毛子打个电话。哎，刘哥子。好，打吧打吧，看你咋子嘛。哎，你先把红包接进来，红包到区都开会去的嘛。那啷个办呢？恁哥，我在那儿盯到，你去给毛子打个电话。要是拿到工钱，就赶快回来；要是没拿到啊，就千万不要回来哟。那万一我们顶不住怎么办呢？哎呀，管他了，快去！哎，好，那我去。好。哎，老朱了，他去给毛子打电话，去给毛子打电话。哎，大家坐，大家坐，坐嘛。哦，坐。喂，毛子，我瞌睡，我听我说，吵着了喊我那个通知你，你要是拿到了工钱，你就不要回来，你要是没拿到的话，你就赶快回来，听到没得？啥子？没人追，没人追债了？哎呀，谁？你脑壳啷个笨嘛？清楚了噻，好，挂了。电话费。五九。插一脚哈。那个字儿说的啥子意思？电了啥子问题？我也不晓得，好像说遭病毒了。啊，你帮我看看嘛。哎，要得要得，没问题。病毒？对的。拿到。谢谢。
老板啊，那个病毒恼不恼火哟？当然凶哦。来，帽子，你儿路上蚊子瞧嗦。哎呀，田姐，我那儿没心思想那些事情。呸！你想得安逸，你我想那些事情嗦。哎，就过来，过来。嗯。啥子？工钱拿到没得？哎，你不晓得，工棚一大堆人等到你拿工钱。你要是拿不到工钱呐，他们还不得饶了你？那尿裤子能喊我没拿到工钱回来？哎呀，那个棒棒儿，哈你！啊，你不是把我害了？帽子，你进来躲一下。哦，快点嘛你！哎，进去进去，进去嘛你！哎，要不得要不得要不得！我每会儿到你个店来都有人来，我还是出去算了。哎呀！我都找了好多回了。哎，帽子！哎，帽子，你回来哇！哎，帽子回来，帽子回来！哎，田老板，我只有下回来买东西了哈。啊，再见。哎呀，我那个金鱼的哈巴喽。啷个了嘛？我想起来了，刚才我们两个盘电脑的时候，那个老板不是说有那个病毒？是哦。哎呀，我也遭传上去，都变了病毒了。那我啷个没得感觉的？哎，你练清晰噻，抵抗力强。我老了，不得行了。老哥，你快，把我户口公布写一下。哦，要得，你检查哈。没有你动手！哎，包子，你应该都不够朋友了噻，你太不讲义气了嘛！我们想请你吃顿饭，你说到哪点去了嘛你？哎，那个都请吃饭了。啊，那个把红婆婆请了噻。说的也是啊。是，你看上回红婆婆请大家吃了饭，那会儿嘛，大家应该反过来请红婆婆吃饭噻。包子，你都不要指望她了，红婆婆到区上开会去了，听说要开一天。哎，包子。你听到没得？再说他又不欠我们钱。问题是，我没有拿到工钱噻。啊？又没拿工钱了？啥子？又不拿工钱？拿到工钱无所谓噻，你有存款了吧？啊？哎，哪个说有存款了？哎，你们到银行去查一下噻，我没得存款了。对头。哎，那你敢不敢让我们收一下嘛？哎，你们在哪收啊？我跟你们说哈，那个是私人财产，你们要收的话是违反宪法的哦。啥子法？你欠钱都不违反宪法的。听我说，那个帽子，有存款，那个事不假。那老子你，但是，你们没得密码，还是没用的噻。是噻，我不跟你们说密码，你们取不了钱噻。哦，密码都是你身上。啊。你要晓得，哎呀，现在的事情说不到一点，那个金身上、牙身上那个禽流感，我就照样传染到人身上，照样传染。老板，我遭病毒了，三不多，禽流感呐，比禽流感还要重，传染起来不得了。哎呀，老坎儿，你说一下，你有啥子感觉呀？哎，恼火得很啊，周身都痛，哎呦，像正在军一样。哎，我那会儿活不成了哦。哎呀，拜托你们，
我如果死了的话，拜托你们不要找我，把我抬回老家，都埋到梅氏祖坟旁边，再给我那个哈婆娘说，喊她叫我那个大姑娘在城头找个男的，我那个钱给那个二姑娘幺姑娘交学费。哎呀，老坎儿，你莫那个，莫那个，老坎儿，你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，你不要着急。哎，小燕儿嘛，哈，不得了哦！你看，听说你那还有死人的哦，死人的哦。哎，老坎儿，哎，老婆，老婆，来来来，老坎儿，老坎儿，你不要那个，不要想那个，好嘛，毛子毛子，你怎么换个地方摆一下嘛？找不到花束，你看嘛，我们旁边的人得了禽流感。我做交际人，我能走得脱？是啥子走脱？来哎呀，毛子，不要说那么多了。我看呐，我们赶快把老坎儿送到医院去，又送个进去。是噻，那个地方有个神医噻，要不喊他看一下嘛？现在就去。有得有得，有得有得，走走走，快点，过来，快点，走走走，来来来，毛子，快，好些好些点啊！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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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喂，美琴啊，我那套房子能不能估价？先抵给你们。有好多平方嘛？有50多个平方。那这里嘛，20万左右的嘛。好，我晓得了。剩下的30万我再慢慢想办法赔。你放心，那些钱我肯定赔给你们。好嘛，我给刁总说一下嘛。美姐，你帮我求下刁总。都说那50万你们哈都收了。为啥子啊？因为上面要升级我们厂的财务。啥子？我给他撑起，我有那个宽的肩膀吗？我个人都是背到墙了，都要到西北了。你跟他说，那绝对不得行。他那个房子总可以抵一下噻。那其余的宽呢？到他现在那个情况，他拿啥子还？你可以同情他，哪个来同情我呀？在我打到牙齿往肚子里吞的时候，哪个来安慰过我？我们还有退路，他是退路都没得的嘛。就算有退路，也不能私生给别个。商场都是那个无情，像孟小雨那种人，他不应该卷到那个圈圈里面来。商场属战场，上上倒地的不计其数，不同情得过来吗？我今天才发现你那个残酷无情。你说对了，我无情是因为更多的无情拷打了我，折磨了我，他们活生生地把我逼成了那个样子。在工程还没建立之前，那个所谓的玉姐在我那边都拿走了100万。我在工厂，我是一分钱都没拿到。那我去跟他说，算了嘛。等一下，你跟他说，我可以帮他撑一下儿。如果他半年之内还还不清的话，我只能说出实情了。晓得。美金，我晓得你对他一直都没有放弃，但是你要晓得，哪个都活得不轻松啊。哎呀，莫听他们乱吹，我只能看些小灾小病。哦，开点钞车哟，啥子生意哟？恼火！哎，等一下，闹啥子？闹啥子？医生，急诊，挂个急诊。急诊，哪个挂号？挂号600。啊？600啊？你挂不挂嘛？哎，挂挂挂挂，钱钱钱呢？钱。哎，
你到底哪点不舒服、啊？他得的是禽流感。你快点送医院，快点送医院，我儿治不了，没得救了。哎呀，快点送医院，快点送医院，还得救。赵老哥是恁个的，我今天帮别个送电脑，他那个电脑有病毒，结果都把我传染了。哦，哎呀，那个电脑病毒嘛更，电脑病毒啊。你开玩笑的、啊、你那个人呢说话还幽默，电脑病毒哪个会传人嘛、啊哦、快点快点快点来卢伟、你说什么那个钱够了哈、你看啥子觉得那个人 有点面熟啊面熟很正常啊，我跟他老生意行走江湖那么多年，很多人都认识我噻，所以你们认识我不奇怪噻。你们怎么跑那头来了？你摸板锤的吗？摸板锤，不要出口伤人噻嘞！拿出来你那个叫非法行业，你晓不晓得？没老弟，这样子抓了不得了！走，喊你们。哎呀，你们不要闹嘛！你们一天为他赵老汉炫，你们要干啥子嘛？我们找赵医生看病，管你啥子事噻？我们找赵医生看病嘛，是我们的自由噻！你还把我关到起，管你啥事嘛？哎，走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哎呀，走。我们那些国防身体把病毒都黑起跑了，走孟组长，哎呀，我在那儿等到你好几天了，我还以为你要走了哎，你还好噻？好，我是专门在那点等到你，感谢你的。感谢。哎，孟组长是恁个的，我们厂头外有个工程师，他在外面买了一套新房子，都把他那套旧房子啊腾出来了，有50几个平方，有厨房、厕所，厂里面呢都把那套房子分给我们了。因为是旧房子，所以厂里面只要我们2万多块钱，我们高兴惨了。那多亏了你在厂里面给我们做工作，要不然我们哪里分得到那套房子？婆婆，其实那个都是你们该得的。其实我晓得，我买啥子东西送给你，你都是不得收的。哎，要不然恁个，我搬了家呀，你到我们屋头去坐一下。粗茶淡饭总是要吃一顿的嘛。我一定去。好好好。
树，绑在石头上也能生存。城都